那个三之二，范例五的三，好，范例五的三这一题。OK， 好，那我看题目怎么说的呢？题目说，已知 A 好是个矩阵，三乘 S 矩阵，那其中的 Aij 呢就等于二 I 加 J， 然后 B 这个矩阵呢是四乘以二矩阵，其中的 Bij 是 I 加三 J 加一，还要求 A 乘上 B 的第三列，X 是这三一值是什么？X 带3嘛，然后这个 Y 带1嘛，对不对？第三行，第三列的第一行的元素是多少？会啦齁，好，那这个我先讲一下，原本的话应该是怎么乘的，你知道吗？原本应该是这个列乘上这个吧，就是如果两个矩阵相乘的话，应该是这一列要乘上后面的行，听懂我意思吗？哦，你要弄清楚哦。好，所以当我要写三一的时候，其实相当于要找谁，你知道吗？要找什么 ？A 的第几列？三列。如果我要结果要出现是三一的话，那要找 A 的什么 ？A 的第三列。然后第三列只是个一二三，我把这个第三列乘上这边的第一行，放的位置就是三一的位置。听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我找个 A 的第三列，还有谁 ？B 的什么 ？B 的第一行，这样会吗？好，所以我们看一下吧。A 的第三列是多少 ？A 的第三列 ，A 的第三列的话，相当于我的那个 I 要带多少 ？I 要带三，听懂意思吗？好，所以带进去的结果呢是多少 ？A 带三的话，是不是变二乘以三？六，六加。这个 J 呢，如果我写的是第三列第一行的话，是变成 I 要带 3，J 要带 1，对不对？所以3乘以2加1就变成7，会了哈。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第三列的第二行，所以 I 要带 3，J 要带 2， 所以变成是8，啊这边呢就变成的是9，会了哈。然后还有呢？ 34，再来，对不起。这个应该就没有了吧？四吧，对不对？好，一要带四，就变成是十。然后上面三个呢，你就不用，上面两个你就不用管它。好，然后 B 的话呢，乘上是后面那个，对不对 ？B， 我要的是第一行而已，所以我要带一样，带一。好，所以我的一吧，这边带一，带一，所以是一减三加一，所以变成是负一。接着这边呢，二一吧，对不对？所以 I 带二 ，J 带一，所以是零。好，再来一样 ，I 带三 ，J 带一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变成了是一，会了哈。然后一样，后面这一些的呢，这四列有没有都不用管它，对。所以你要把这一个，这还可以吧？等一下哦，四一样带四进去才对 ，sorry， 四一的话应该是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把这一列乘上。这一行就是你的三一了，这样子会了哈。所以 A B 的这个三一是多少？就是把两个相乘加在一起，所以变成是负七加零加九加二十。哦，所以答案应该是22。这样子会了哈。好，这个你把它写上去。